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。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864页，第四行看起，第四行，真实功德第30页。念老有简单的提示，本品续前，前面菩萨修持这一品呢，还接着前面同品极乐菩萨自利利他之妙德，文分三大段。第一大段先以喻明，用比喻来说明。第二大段说明真实功德。第三大段呢，是蒙佛赞叹。我们看第一大段，自得无碍，分两个小段，前面是得体尊胜，请看经文，其志宏深，宏是大，智慧无量是大了，智慧透彻是深的，譬如巨海，好比大海一样，赞叹智慧的深，智慧的广，接着菩提高广。菩提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是觉，我们常讲觉心，既高又广，高是从数面说，我们讲高深，广大从横的方面说，欲若须弥，用须弥山来比喻，须弥念老
这个注解里头，到时候我们再看到。自身微光超于日月，其心洁白犹如雪山。这两句真正讲到自得。自身微德光明，我们这个世界说到光明呢，都用日月来比喻啊。极乐世界这些菩萨，他们的身光就超过日月，这是现在外面的啊。下面说他们的心洁白，就像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，真心是清净的，没有丝毫染污，就是此地所说的洁白，用雪山来做比喻。这一小段是德体尊身，德从哪里来？自性里头本自具足啊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五句话，第三句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用这三句来形容，就全都包括进了。我们看念老注解，啊，乃以诸欲欲极乐菩萨而立之德行，用比喻来说。下面念老了给我们做了注解，手以大海比喻菩萨智慧之宏深啊。诸位要知道，我们在坛经上看到第一句本自具足，就是智慧，智慧不是外来的，德能也不是外来的，啊，让我们感到惊讶的，感到稀奇的，连相好都是自性本自具足。我们这才明白了，学佛求生求开悟啊，悟了啊，真的是经上所说的万德万能本自具足，不向外求啊。
心外没有东西，心外什么都没有啊，智慧德能相好，本自具足。所以佛法尤其是大乘，完全是向内不向外，这一点我们纵然参不透，要相信参透好，透就是悟了，那是阿罗汉，是菩萨，是佛。没参透的人怎么办呢？要相信，相信佛的话句句是真实，没有一字一句是骗人的，那我们真的就有福报了。我们只要依教修行，决定是有求必应。为什么有求必应？因为自信能生能现啊，只要把业障放下，放不下呢，能把它置之一处，就是能把它控制住，不让它起作用。自性里面的智慧的能，它就能向外透啊。啊，人在这个世界的人生不容易，真不容易。六道轮回，你怎么会轮回到人道？讲机会要轮流多少次才能够轮到一次人道来？大乘教里有一句话说，三途一度五千劫，不是十万年百万年，不是论劫算的，劫有大劫小劫中劫，单单是小劫就够受的。我们就算经上常说的增减劫小劫啊，人的寿命从十岁，平均寿命十岁，一百年加一岁，加到八万四千岁，每加一岁是一百年，这叫增劫。你看，从十岁增到八万四千岁，然后再从八万四千岁往下降，也是一年降一百岁，降到十岁，这一个增一个减叫一个小劫。多么可怕！那如果你堕得三恶道，想从三恶道出来需要多久啊？五千劫。这个增劫五千次，
我们过去无量劫，未来还是无量劫，只要你没有办法超越轮回，轮回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是一场梦啊。金刚经上举的比喻好啊，一切有为法，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啊，生灭叫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像做梦一样。什么时候梦醒？五千劫才醒一次啊，让你到人间来一趟。其实人间也没有出流，流到轮回啊。这些情形佛告诉我们，佛不告诉我们，我们不知道，科学家还没发现。佛慈悲，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，我们都要相信。都要把这些话记住，想不想再搞轮回？如果想再继续轮回，那就不说了。如果不想再搞轮回，轮回太苦。有没有出轮回的方法？有，我们又遇到了。你看，人生得到了，人生里面最难得的是遇到佛法。遇到佛法里头最难得的是遇到净土。为什么？佛法也不是容易修的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啊，八万四千法门都能成无上道，所以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但是法门对的根基不一样，立根那是无量劫修习得来的，我们修习的时间不够不足啊，啊！但是我们非常幸运，好像买奖券中特奖一样。这特奖什么？特奖是净土法门啊！净土法门的殊胜，不论过去有没有修学，也不论修学什么法门，你只要遇到了，只具足信愿，就能往生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得阿弥陀佛的护持，得阿弥陀佛的教诲，决定一生真的究竟圆满，跟阿弥陀佛一样，跟释迦如来一样，真的究竟佛果，容易啊。这个法门就是
一生成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。啊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实现，他一生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农民出身，从儿童时代就跟着大人到田里干活，没有文化了，除了农田耕作之外，他什么都不会。20岁出家，算他命好啊！他遇到净土，师父不是一个普通念佛人，是念佛开悟的人，这个稀有难逢。师父念佛的功夫，念到离业心不乱。离业心不乱什么境界？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等的境界，同等的见心成佛。啊，跟六祖一样，跟释迦牟尼佛早年在世间菩提树下夜读明心的境界相同。这个难得，所以师父一看就晓得这个人是法器呀。他一生能成就啊，不亚于自己，所以师父给他剃头，他出家了，就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，又说了一句话，明白了，不能乱说，不能说，这一句话我相信他自己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但是记在心上，啊，这一句话后念了92年，他112岁往生，20岁开始念，念一辈子。这个人的长处就是圣学里面、大乘里面所说的根器。要什么样根基？要老实，要听话，要正干。啊，他居的确就居足这三个条件：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这种人到哪里去找？找不到啊。正是因为他居住这个条件，老和尚传真的给他，不传假的，没有啰嗦，没有二话可说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。他真干，从20岁出家这天开始干，
我们有理由相信，3年不会超过5年，也就是说，他23岁，顶多25岁，得念佛三昧。这个三昧并不高，得的是什么？功夫成片。也就是说，他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他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没杂念，这功夫成片呢啊，这样的功夫就能见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可实现，或在定中，或在梦中，来送信息给他啊，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多久，到时候佛来接引他往生，等于说给他受记呀。功夫成片，佛就给你受记呀，你就知道你什么时候走。啊，那么他继续不断的努力，一点也不放松。我们相信5年到10年，不会超过10年。功夫提升，思一心不乱，功夫成片。给诸位同学说，生凡圣同居土，如果是事业心不乱的，生方便有余土，高了。方便有余土是四国罗汉往生的地方啊，他有九品啊，最上面的是阿罗汉啊，事业心再向上提升，理业心啊，就算10年吧。老和尚40岁，你看20岁开始念佛啊，5年的功夫成品，再5年事业心不乱，在5年到10年理业心不乱。理业心不乱是什么？化身菩萨，生十宝庄严土明心见性啊，见性之后还是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最高的品位十宝庄严土，一生成就。十宝土是化身菩萨修学的道场这个我们要记住，我们这一生能成不是不能成，问题就自己肯不肯干，肯不肯老实啊，老实听话正干，听佛的话，黄念老的注解也是佛的话每一句都有出处，都是精神的话，祖师大德的话，法语啊，很少有自己的意见在里头，都是用经典
用古大德，取信于现在的大众。为什么？现在人好疑，疑心很重啊，他不用自己的，自己说，人家说你黄念祖算老几，没人相信。他引用佛经，引用祖师大德，大家没话说。这就是真实智慧，无尽的慈悲。佛的话，祖师的话，就是他的话。我们这一生当中能遇到他，难得了啊！现在的人见不到他，他走了，能够看到诸己，跟见他没有两样啊！我跟老居士多次见面啊，第一次见面在83年，在美国，我在美国讲经，哎，他也到那边去传法，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，啊，有同学给我介绍，这个同学念佛的。念老师密宗的大德，把他请来，来告诉我说：“你怎么有学的两样、两门、三门？这不是一门深入。”我就问他：“这个大德是谁？”他黄念祖。我过了2天，忽然想起来。李老师，李炳南老居士跟我提过这个人啊，他是没关系的外孙。没关系是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，那我们叫祖师啊，这是个很聪明的人，修行很有成就的人啊，而且是夏莲居老居士的传人啊，夏老通宗通教，显密圆融啊，他汇集这部经，传这个法门，净宗法门，所以我就打电话问美国的朋友，黄念祖是不是没关系的外孙？他说是的。我说那请他，那很难得啊，请他来我们见见面，就这么认识的啊，果然没错不仅是教下的大德，宗门他通啊啊，经宗密宗根底都很深，我们能遇到稀有难逢，所以第一次见面之后，我每年到北京至少是3次到4次去干什么，去看他啊，大经注解他完成之后带了一套是有印的，
带到美国，有用，现在人不懂啊，在抗战期间那就很难得了啊，复印，但是那个蜡纸很薄，复印能看得清楚，顶多不过是100多册而已，所以流通的数量很少，他只带了一套到美国送给我了。啊，他给我的时候，我翻了一翻，我看到很喜欢，我就问他：“你有没有版权？”他说：“你问这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没有版权，我就拿到台湾翻印；有版权，我尊重你。”哦，他欢喜了，没有版权。我就把这个本子交到台湾，印了10000册，啊，第一次印的精装本1册，啊，他非常欢喜。那是初稿，以后又修订过好几次，修改过很多次，也增加了一些，啊，我们现在看这个本子。用的这个本子啊，是最后的校正本。这不容易啊，缘太难遇到了。遇到了不相信，不能接受，不能一教奉行，多可惜。啊，一个遇到一个往生，10个遇到10个往生。你相信往生那么容易？真正相信，一点怀疑没有。相信真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啊！48愿度众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没有丝毫怀疑。往生条件就具足了。啊，念佛呢？念佛的功夫，深浅，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。啊，念佛功夫深的，品位高；念佛功夫浅的，品位低。像前面是我们举海鲜老和尚的例子啊，他35年得功夫成片，这个钱啊，虽然钱一般人也不容易得到啊，为什么？一般人用心不专。事出世间，许许多多，他不能放下，对他产生障碍。啊，所以他功夫不得力，功夫得力，彻底放下。啊，我是26岁听到佛法，33岁出家，35岁受戒，到85岁的时候才把经教放下了。那这一生最喜欢的，连华严经都放下，发了个愿，这一生有生之年专讲无量寿经，在一遍一遍细数啊，特别着重如何落实这一点重要
啊，把我往生的标准定到最低，我只希望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就够了，我就很满意了。啊，到极乐世界从头开始，阿弥陀佛是指导的老师。一个老师，一个学生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通通如是。阿弥陀佛分无量身呐、啊，有一个学生就一个化身呐、啊，化身跟真身没有两样啊，如同释迦三千年前在我们地球上的化身。啊，决定一生成就，时间多久？时间人人都是无量寿，阿弥陀佛无量寿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每个人都是无量寿，有的是时间。啊，所以决定一生圆满成就，这个机缘，这个法门。叫一心难信啊，一切诸佛都说难信之法。我对于这句话有很深刻的体会啊。为什么这个法门我学佛没多久，那时还没出家，我就认识灿云法师，灿云法师介绍给我，我没在意。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十年，老师至少有六七次把这个法门劝我修学，我也是阳奉阴违，没有去学。年轻好高骛远，总是学大经大论啊，所以华严我都讲过两次，两次都没讲完，语言不足啊，也是众生福薄，讲这个大经不容易啊。啊，第二次讲的在新加坡有录音，留下录音。也只讲了，我记得好像四分之一不到。我讲到十住品，初住讲完了。语言就只有出问题了，不能不离开新加坡，就中断了。啊，以后在澳洲继续讲，一直讲到我85岁才真正彻底放下。啊，发了个愿，有生之年专讲无量寿经，专念阿弥陀佛，其他的统统放下。这是什么难信呢、啊、如果我能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啊，30岁
日德禅严法师教我这个法门，我就接受啊，就能够听话，就能真干。啊，那我相信我今天不是这样子的，至少功夫成片做到了，现在连功夫都没成片呢。啊，三大极乐世界，我们现在学的这个极品经都是介绍极乐世界殊胜，无比的殊胜，读了之后这地方能不去吗？啊，要不去那你就真错了啊。应该要发现真学啊，极乐世界的菩萨我们有份，生到极乐世界即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经上所说的殊胜功德利益统统有啊。为什么极乐世界有品位四土三倍九品啊，程度高下不一样。阿弥陀佛在办学校，有小学，有中学，有大学，有研究所，不一样。但是到极乐世界待遇受用完全相同，这妙不可言了啊！只要你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那个受用不是你修持的，不是你的功夫，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，等于是到西罗下像佛，那个佛是阿弥陀佛的佛，不是自己的啊。佛给你的，你真能享受到。第二个智慧太重要了，第二个德能，第三个相好啊。表面上就看好像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哎，很相似啊，通通是阿弥陀佛加持的，阿弥陀佛的恩德说不尽，没人能报啊，只有依教修行，在那个地方证得无上菩提，然后也发四十八愿啊，加入阿弥陀佛的团队干什么？普度十方世界一切苦难众生，跟阿弥陀佛同心同德，这就对了啊。所以这部经比什么都重要啊。夏莲公、黄念老都说得很好，释迦牟尼佛末法九千年，就是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这个时代之后还有八千年，这八千年遇到这一部经多难得度啊，何况我们是在第二个一千年哪有不能成就的道理啊，所以要有坚定的信心啊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我们看念老底下的注解，
啊，手以大海，比喻菩萨智慧的宏深。宏是广大，如华严经云，你看这举的华严经上的话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这华严经上的话，那接着呢又用须弥山做比喻啊，比喻菩萨菩提高光高妙啊，须弥山乃一个世界的中心，一个单位世界，啊，一个日月所照的世界，单位世界，啊，须弥山。佛经上这样写着的，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叫它做银河系，银河系的中心啊，现在的天文望远镜很进步啊，银河系可以说观察的非常清楚啊，银河像一个碟一样啊，两个碟合在一起，当中厚称须弥山就是当中，越往边上去越薄啊，把这个高处称之为须弥山。那么这是一个世界，一个单位世界的中心啊，单位世界不是太阳系，是银河系啊，那么翻译成妙高，慧林英译篇里面说，唐云妙高山啊，慧林法师是唐朝人，他有一本书叫《一切经音译》，就好像佛学字典一样啊，这个里头有说明啊，妙高山啊，四宝所成，所以叫妙高，高过众山，一切山都不能跟它比，所以称之为高。那么后云妙光山，以四色宝光明过亿照世故，这个四色四宝金银铜铁啊，用这个来比喻世间人称它为宝啊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物质现象啊，又叫安明山，比较少见，都是佛在经上说的啊，明是妙光的意思，里头还含着清净无垢，安是定是不动啊，取这个意思。故宋译云无量寿经有五种翻译本啊，最后是宋朝译的啊，称之为无量这个佛说
大乘无量寿经，这个题就是宋译的题。啊，最早的汉译的题叫清净平等究竟。啊，所以下莲宫汇集就是把宋题跟汉译这个经题啊，题也是汇集的，把这两种合在一起，这妙不可言。啊，或成佛说大乘无量寿清净啊，这个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究竟，成为这个经题啊，太好了啊！翻译的就像佛自己所说的一样。那么宋译里头有这两句，坚固不动如须弥山，说经以此为喻者，以须弥乃四宝所成啊，表菩萨之菩提，乃万德之所庄严，山之妙高，比喻此菩提更无有上。山之妙光，比喻智慧的光明，常照世间。山的安明，安是妙定，如如不动。啊，明是比喻洁净，如宝无垢。啊，微光者，微德之光，此光即智慧之光，为以作慧光明捷，超于日月。念老所做的这个注解，可以说字字句句都有来由啊，不是经论，就是祖师大德的法语啊，足以取证于后世，让后世人读他的注解不生怀疑啊，所以用这种方法。他总共用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，总共是193种参考资料。这些参考资料我看到啊，我第一次到北京去看他，到他家里拜访，很难得他请我吃饭啊，还有不少同修道友在他家里看到这些参考书啊，房间很小，一张桌子旁边堆的就这些资料。我就问他，你从哪里找来的？净宗这些古大在参考资料很不好找啊，你怎么会找的这么多，找的这么齐全？他告诉自己找的少份，大多数都是有人送来，三宝加持啊，把这些资料都送给他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印大藏经大珍藏，我就跟他说大珍藏，他知道，我说我有多的送一套给你，他说你看看什么地方可以放，找不到地方啊，大珍藏只有100册，分量不多，再就没有办法容纳这100册书。啊，住的房子很简陋，一间房。下面
我们再接着看，会疏里头说，超于日月者，日月有亏有盈，慧光不然，智慧光没有亏盈。啊，日月有出没，慧光常明。极乐世界的慧光是从自信里头往外发的，极乐世界那个世界没有黑夜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这里有白天有夜晚有昼夜，极乐世界没有昼夜啊，极乐世界的光不靠日月不靠外面，阿弥陀佛的光普遍照耀，遍法界虚空界。我们这在不在内？在内。啊，只是我们肉眼凡夫，烦恼习气深重，把雾蒙给堵塞了，所以虽有佛光普遍照，我们肉眼看不见。慢慢修行，有天眼就多见几分，有慧眼有法眼，等到自己证得佛眼就全看到了。啊，然后才了解事实真相啊。真相是什么？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现在所有一切现象是不是虚妄？是佛说的，近代的量子力学家证实了啊，证实什么？证实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现象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物质从哪里来的？物质从念头生的，这一点很了不起。为什么？这一句话证明了《金刚经》里首偈子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”生灭法就是有为法，有为就是有生有灭。我们这边的物质现象是生灭现象，你看前年灭了，后年就生了，后年跟前年的关系是完全独立，互不干扰。啊，为什么前年跟后年一样不一样？我们看起来是一样，看走了眼，看花了。你要看的真相不一样，每一张画找不到两张画面相同。我们能体会到，我们在房间看的这个像是一样的，前一分钟跟后一分钟是一样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扩大看看，我们整个校园这个小城一分钟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如果再扩大到个地球，更不一样啊，所以眼前看的相似相虚，不是真正相虚啊。老师告诉你，全是假的。
没有一样是真的。这个要认清楚，真正肯定认清楚了，为什么？你愿意放下了，你能放得下了。你没有把它搞清楚，以为是真的，当真，你想拥有它啊，你想得到它，错了。能不能得到？没有，不可能啊。频率多快，我们今天看电视的画面啊，电视画面上大家都晓得啊，是波动现象，一秒钟波动多少次？100次啊。早年间，现在没有了。我们十几岁的时候看电影，那个电影是动画啊，我这个地方还有一段，这就是电影里面的底片啊，一分钟啊，不是一秒钟，一秒钟它镜头开关打开，这一片在荧幕上，马上关起来，再打开第二片，一秒钟多少次？24次，24张，就把我们骗人，眼睛就欺骗了，我们以为是当真的啊。现在的电视是一秒钟100张，进步了。所以一秒钟24张，我们还在电视电影仔细看，它还有波动现象，有不稳定。现在100张的时候稳定，看不出它移动，看不出来了。那么佛告诉我们，我们六根所缘的六尘境界，眼见色而闻声，一秒钟是多少？这个波动多少次？释迦牟尼佛曾经问过弥勒菩萨啊，佛的提出的问题，心有所念，凡夫心里动了一个念头，清清楚楚动了个念头，佛问弥勒菩萨，有多少细念融在一起，让这个凡夫他感觉到，而且感觉得很明显，起了个念头，有多少细念，有多少个物质现象弥勒菩萨回答世尊说，一弹指，时间很短，一弹指，一弹指有32亿百千，32亿百千年，百千是单位，100个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这叫弹指，320兆啊，我们讲320兆，一秒钟，它波动的现象不是100次，我们现在
眼看色耳闻声，六根对外面的境界，一秒钟啊，一弹指，不是一秒钟，一弹指320兆，你怎么知道这是假的？那一秒钟能弹多少次？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，我大概可以弹5次啊，我相信年轻力壮啊，动作很敏捷的，他会弹7次。那320兆再乘起一秒钟，再乘起得出来的是2240兆，2240兆次一秒钟，这叫有为法啊，《白法明文论》上说的有为法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世界、宇宙、万物。佛经上常用的万物，慧能大师也说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物。”这万物从哪来的？自信变现。自信变现的频率太高了。啊，一秒钟它的频率是2240兆。所以科学家得出的结论告诉我们事实真相，这个宇宙里面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假的，刹那生灭。再跟你讲真话呢，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是幻象、假象啊。这种象它的寿命多长，就是它存在时间多少，是2240兆分之1秒，是这么回事。就我身不存在啊，面对着一切万物不存在，假的。谁知道？佛知道。佛3000年前就讲得这么清楚，量子力学近代20年才搞清楚、搞明白。所以他们提出一个定律：疑心恐惧。为什么？物质现象是念头变现的，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现象啊，念头是能生这些现象啊，外面这些现象无论是物质、精神、自然现象都是念头所生啊。于是乎我们就明白了啊，我们也身体健康，你就想健康就健康，你说我这有毛病那有痛，你天天想病痛，那病痛就出现了。为什么？从心想生。明白这个道理，人可以长寿，人可以不生病，人生病了自己可以用念头转过来治疗，不需要医药啊，不需要打针。我相信再过20-30年大概这就很流行了，很时髦了啊，医院里没有人了啊，医学院也要招不到学生了，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念头来改变自己身体啊，达到健康长寿。
啊，那么极乐界怎么来的？心心识变，最健康的心理念头，没有恶念，还没有妄念，啊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是自信圆满功德显现的啊，显现要圆啊，圆我们讲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，圆是什么？法身菩萨啊，方便有余土，小乘圣者，小乘没见性啊，但是对于物质现象他能放下，他不执着啊，他可以做到不分别不执着啊，凡身同居土里对物质现象执着还没有能彻底放下啊，念佛的功夫还不到啊，还没有达到四义心不乱，达到四义心就生同居土了啊，不是生方便有余土啊，同居土是凡夫往生啊，即使是同居土，那个世界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为什么？纯净纯善的变现啊，从量子力学家为我们告诉我们这些信息，我们能够体会得到，那个地方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成就的啊！到极乐世界，凡是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即使是边地往生，也得到阿弥陀佛本愿未生加持啊，因为他业障重，加持他不能完全受用，只能受用一部分，还有一部分受用不到啊，极乐世界状况。啊，我们再往下看。日月不照心内，慧光难照。日月不周，慧光周遍。啊，这就是日月跟智慧光，跟自性里头的智慧光相比，还是不相同。啊，自性智慧光圆满了。啊，日月还有欠缺。啊，所以这经里头有这么两句，自身微光超于日月。啊，极乐世界除自身放光之外，所有物质现象都放光。啊，物质现象是随心所欲。啊，想住什么样的房屋，它就现什么样，不需要人工，随着念头，它就现象。所现的相全有光明，所以极乐是光明世界。
啊，日月都不能相比。下面是雪山，这个雪山是比喻，就是大雪山，南瞻部洲，此山特高，冬夏积雪，故名雪山。这个在过去一般人看到喜马拉雅山称之为雪山啊，行不行呢？不能说行，也不能说不行，说行与不行是世间的世人的观察啊，说行说不行的时候，那是佛菩萨的看法，佛菩萨看到的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。啊，那么佛在经上常常引用，因为世尊出世，就是现在尼泊尔这带地方，正是喜马拉雅山的南面。啊，北面是西藏，西藏高原。啊，佛常常引用这个山啊，因为在我们一般人居住这个地区，最高的山称之为须弥，须弥也有这个意思，无论在哪个地方，这个 地上是最高的山就称须弥啊，须弥是个通称，并不专指那一座山啊，这个意思也非常好。会所里的说啊，这上面景星说，景星法师啊，他老人家所讲的定能满德，如雪山谷。这两句话，下头一句是比喻，上面这四个字很重要。满是圆满，什么圆满？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，就是圆满。啊，极乐世界确实。那在我们这个世界，要修定，德是功德，功德无量无边，圆满的功德是什么？是定。真正大修行人修其圆满功德用什么？用禅定。禅定为什么能得到圆满的功德？圆满功德是自性本具的，不但定能满德，这个德的意思很广，包括智慧，德能向好，通通包括在里头。啊，定是打开自性的钥匙。你拿了这个钥匙，你就能把自信门打开了。自信里面所本自具足的万德万能、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
无量相好，通通都现前，都圆满了。啊，更重要啊！佛家的名词叫三昧。门有八万四千，再扩大无量法门。这无量法门包括所有宗教，包括十方所有的世界，包括无量无边无数的诸佛如来，都是自性现的，都没有离开自性。所以本自具足的意思深广，没有边际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啊，佛法达到究竟圆满，就是回归自性。啊，极乐世界，最后回归自性，不回归自性不圆满。回归自性是常极光净土。常寂光就是自性，啊，寂就是定，光就是慧，十报图有现象，常寂光没有现象，这是四图里面最殊胜最高的。啊，所以入常寂光跟常寂光融成一体，回归的常寂光，好像我们这个讲堂有十几盏灯，你这个灯亮了，光跟一切灯光融成一体，分不开了。啊，你的光中有一切光，一切光中有你的光，这个里头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心理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什么都没有。常寂光能现，一切刹土，遇到缘它就现。你看，遇到菩萨，化身菩萨，就现十宝图。遇到三贤菩萨、阿罗汉，就现方便有余土；遇到六道凡夫，就现六道十法界。这个东西有没有？不能说有，不能说没有。你说没有，它能现；你说有，即使现也不存在。啊，不是说不现它不存在，现也不存在。为什么？像弥勒菩萨所说的，我们先前六根所见的接触的，一秒钟生灭多少次？2240兆。我们连概念都没有啊，误会呀，以为是真的，还在这个里头还有得失啊，还有求，甚至还有增啊，增权夺利，不知道全是假的。但是你造作善恶业，必定有善恶报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果报没有了。没有离开六道轮回的，没有离开十法界的，果报是决定免不了。为什么要造业？答案有啊，
不知道事实真相，造业；知道事实真相，不造业了。就是不知道事实真相，所以迷在幻象里头。啊，做梦，把梦当作真的，迷在梦里头。知道做梦，就不会迷了，就统统可以放下。这个定啊，定能满德，这一句非常重要。修行定是什么？定就是放下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刚刚接触啊，很幸运。就有一位老居士给我介绍张家大师啊，这个老居士是蒙古的亲王，满清时代亲王啊，张家大师的弟子，他带我去见大师。我那时候见面向他来请教，我说我从方老师那个地方知道佛法殊胜，佛法高妙，我向他请教佛法里的有没有方法能叫我们很快齐如境界。我问这个问题，啊，大师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我们这两个也对看，看了半个多钟头，一句话也没得说。我在等呢，等答案。啊，这种教学法从来没遇到过，我搞了十几年之后才明白。啊，我们年轻心浮气躁，心浮气躁不跟你讲话，为什么讲话没用？你听不进去，一定要整个心情完全定下来才跟你讲啊，半个小时我们就等于入定了啊，境界现前，定下来。老师说有，说了一个字，有。他说有，他在定中。我们不行，我们这个有又浮躁了，浮躁气又带起来了，他又不说了。啊，这一下大概等了有十分钟，前面也是三十分钟，十分钟。再定下来告诉我，看破放下，你看就这么简单啊，要我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再告诉我，要是沉不住气的人就跑掉了，这不听你的了啊，我们还能沉住气不走，赖在那个地方等第二句话啊，看破放下。啊，老人不用佛学名词，佛学名词在教下是止观。看破是观，放下是止。他也讲止观，我们听不懂，这佛学名听不懂。啊，他换一种方式来讲，让我能听得懂，能够理解，有个概念。啊。这是智慧 啊，然后告诉我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再帮助看破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是这个方法。
啊，把教下所用的方法很简单，很短的时间就讲清楚讲明白。啊，看破，这学教啊，教帮助你看破。但是如果你不放下，你提升这个你再上不去了。啊，上去之后再放下，马上放就不断的向上提升。这个方法没有。啊，一般人不相信。不相信他永远不能提升。一生几十年他都停在一个阶段，不能向上爬一步。那就是不肯放下。我们一般讲业障习气。啊，业障很深的，习气很重。啊，放下就提升。啊，下面会书又说，以戒德与学善，戒德清净的，如大学善。常戒备，能照众生，令清凉故。这些话好懂啊！戒这个字重不重要？那么看到这个字，就像去学戒去了，学的不像。为什么？戒主要的就是叫你放下，放下之后再叫你提起。放下是小乘戒，提起是菩萨戒。那菩萨戒比小乘戒高，菩萨戒是无住身心，身心无住。啊，无住就是放下，心里干净，一尘不染。身心生大慈悲心，为一切众生讲经教学。虽然身心跟无住同一个境界，无住原来就是身心，身心原来就是无住，这是大乘菩萨。所以他在定中啊，他教化众生没有被染污啊，就像释迦牟尼佛讲，讲经说法49年，最后入般涅槃，告诉大家，谁要说他讲经说法就是谤佛，他一生一个字也没讲到。这个境界高啊，一般人不容易体会啊。啊，学佛要学这些啊，断一切物，修一切善，都是做榜样给众生看。啊，教学的方便有多门，归元无二路。啊，我们今天归元是用一句阿弥陀佛，幸运之名。我们求生极乐世界，在极乐世界完成道义，圆满成佛。啊，到那个地方有阿弥陀佛这么好的老师来指导我，来成就我。啊，不到极乐世界，你没有这个机会。
啊，别的世界诸佛如来，他都有缘人，你跟他没有缘，他不教你。啊，阿弥陀佛要求的条件最低，只要你相信，只要你肯来，他就接你，接引你往生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他真是圆满的大智慧、大德、大能加持你，帮助你造成佛道。弥陀的恩德，一切诸佛都说不尽。所以遇到了，千万不能错过。下面净严书里头说得好，雪山先起定静，住得接近，明等一切，啊，这个等就是平等啊，所以等者平等，一者一如，净者本净。慧能大师说的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其心本净，故洁白如雪，如雪山。其心亦如，故如雪山之不动；其心平等，故三无差别，一色纯白。啊，这个三无差别，心、佛、众生。句句给我们说真话了啊！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：忍辱如地，一切平等，要学。像大地一样，地能载一切物，平等的载物，绝对没有起心动念，绝对没有分别之处，这叫忍辱波罗蜜。忍辱波罗蜜是什么？是自性本有的大德大能，能忍，没有不成就的。凡是修行不能成就，就是没有忍辱。啊，辱是最难忍的。过去翻译的时候，佛经上只有个忍，没有辱，这是翻经的法师加上去的。因为中国读书人把这个看得很重，说是读书人可杀不可辱啊，杀头没关系，这个五如不能忍，所以就用如来翻这个名词啊，如都能忍，那还有什么不能忍啊？你有多大忍辱功夫，你的境界可以提升到哪一个层次？啊，忍辱用大地来做比喻，
一切平等啊，我们要学平等像大地，没有分别，一切平等，清净如水，悉诸尘垢啊，用水来做比喻，水清净啊，把这些尘垢洗干净。直身如火，烧烦恼心。啊，地、水、火、风，四大了。哎呀，要把烦恼烧掉啊！啥恼好？烦恼好比柴火。啊，直身要像火一样。猛火把这些烦恼全烧掉，统统放下啊，不着，不着就是不分别，不执着啊，像风一样无有障碍。这几句经文要认真学习，学忍辱，学清净，学至圣，学不着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忍辱如地，是以大地比喻平等忍辱，平等就是立住分别，菩萨做到了，阿罗汉还做不到。阿罗汉只有放下执着，与一切法不执着了，他还有分别。菩萨功夫深一层，菩萨不分别，所以得到平等啊，我们经题上清净是阿罗汉，平等是菩萨，觉是成佛了啊，觉就圆满了。所以这三个果位都在经题上，念老引往生论注，谭鸾法师注的，这里的注的好啊，是心业无分别啊，心无分别，心就定了，心就现前了啊，说如地何福无轻重之数，像大地，再无不分轻重，平等啊！大地再无重者轻者，同意复活，无所拣择啊，无有分别啊，取这个意思，比喻菩萨忍辱之德，远离一切病苦，恩怨为顺之别。这几句重要，一般人都犯这个毛病。为什么？有别我之分，有恩怨之别，有为顺之受啊，这就是生烦恼，不生智慧。如果生智慧，就得到清净平等。啊，在哪里得到？在彼我里头得到，在恩怨里头得到，在为顺里头得到。啊，得到的清净平等，那是真的，
不是假的。佛法修学讲功夫，什么是功夫？这是真功夫。无有一法不平等，通通是自性所现的。啊，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万法就是全宇宙，整个宇宙里头的一切法是自性变的。啊，这句话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与万法是什么关系？佛说的，你相信吗？佛说的一体，一切法不离自性，离自性，一切法不会现前，不存在。凡是你眼见的、耳听的。啊，身体所接触的，你的感官上所接受的，全是自性起作用。离开自性，一法不可得，一体啊。每天看电视，看电视能不能成佛？问题是你会不会？禅宗说会吗？会，看电视能成佛，看电视能得三昧，看电视能把一切大经全部了解。为什么？你平等，你清净，清净心平等心，看电视不着相啊，知道那是假的。哎，你不要去接受它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今天我们六根对出六尘境界，全是假的，跟电视没有两样。啊，电视时间短，我们看出来了。啊，它的波动现象更密度更大，我们现在也明白了，明白如何去证得，那是功夫。啊，真的就是在这几句经文上好好的学。啊，真的就能起入境界。啊，我们把这下面念完这一段。啊，这个段落很清楚。菩萨忍辱之德，远离一切比我恩怨为顺之别，清净如水。菩萨清净犹如净水，能洗除种种尘劳垢染，故云洗诸尘垢。至圣如火烧烦恼心，火欲智慧先表烦恼，菩萨智慧蒙力，直胜如火，断除烦恼如火烧心，不著如风。啊，风信流行，一切无助，亦无执着。这就是重点在两句：亦无助苦，行住世界，自在无碍，如风行空。在这个世界，周游世界，周游列国，就像风一样。啊，对这个世界没有一点执着，不但没有执着，还没有分别。别人问，有分别，答复你，答复完了，分别就断了，就放下了。恢复清净平等觉就对了。
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